怎么的？管闲事啊？闲事儿，抓小偷可不是什么闲事儿。谁小偷啊？这包是你的吗？这包是我的，我们的包。稳当。我亲眼看见你们从车上把包拿下来的，还在抵赖。抵赖？你在这给我装英雄呢？我是英雄，我看你们才是英雄呢。你们又打人又抢包的，还挺理直气壮。走，跟我去派出所。让我上派出所啊？我这……哎，你怎么动手呢？还有两下子。帮我看一下。这是你的包吧？是我的包，谢谢你啊。拿着这个去前门派出所，跟我做个证人。我也去啊。对，走。看什么看？走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走。走，咱去。对啊。抓俩小偷。你自己抓的？在群众的帮助下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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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面朝墙去蹲墙角那去，快点！说吧，都偷你什么了？没偷我的。啊？不是，没偷你的，你抓他们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照你的意思，偷别人就不该抓了。行行行，赶紧把那个当事人啊，也就是被害人叫过来，还有赃物拿过来啊。怪事儿，这人哪儿去了？是啊，问谁呢？是刚才还跟我一块儿过来，这会没有啊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写他们俩。啊？不是，你这一没赃物，二没当事人。让我怎么审呢？啊！哎，有什么审不了的？他们俩自己不都承认了吗？不是我问你，你懂不懂法啊？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呢吗？什么？我把小偷给你抓回来了，倒成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这是向谁说话呢？你可别吓唬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胆小。反正现在这案子连个证人都没有，没办法处理，知道吗？哎，要不你把他俩带分局去吧，行不行？哎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回头我把人带走了，路上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可得负全责，我就不信了。你看，我不就是说这案子下来没有？我说这位民警同志，我来说一句，人家这位女同志是见义勇为，整个事情，哎，我们大家都亲眼看见的，都可以给她证明。你们是可以证明，可是现在连个被害人的笔录都没有，没法立案呢，这事儿。好。这是你说的，我今天非把人给你带回来不可。快去吧，我也得带回来去。有件事情你去处理一下，你说吧。法院上庭那天我都熟悉。哎呀，不用进，这和法院没有关系。省厅督察处的陆建春，你认识吗？他来民政局。看你说的，
那是俺督察的上级领导，我咋会不认识呢？哎，这建春啥时候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刚才和邻居通电话的时候，邻居告诉我的。他是来暗访的。暗访？他们来了三个人。邻居嘱咐我们，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找到他，让他多看看我们工作的主流，绝不能把一些负面的东西带到省公安局长的会议上。杜局长，这建春是咱明春出去了，恁俩的关系我也知道，咋着也得给点面子吧。他这个人我了解，爱较真儿。哎，我说你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，想一想你们平常下去暗访的时候都经常去些什么地方。哎，想尽一切办法，一定要把这位神仙给我请出来。中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去办。别去大宾馆，小旅店。这干什么呢？啊？我过路的。过路的？你过路的闲的没事儿，你跑派出所来干什么呢？作证啊，我就给刚才那姑娘作证。我看你也就是个闲逛的盲流吧。哎呦，我就是个盲流的话，他也不影响我作证，不是？你把这当什么地方了啊？菜市场啊，你想逛就逛。啊，是是是，这不是什么菜市场，可你这也不是什么军事基地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叫妨碍执行公务，懂不懂？身份证拿来。还真对不起，我今天身份证没带着。你看啊啊啊，跟他们一样，我告诉你啊，姑娘多热情，去去去去去。你让我跟他们俩蹲一块儿？对呀、啊，怎么的？赶紧别废话，过去，面朝墙，跟他们一样蹲那去，去。哎呀，我说这位同志啊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了？我既没偷盗，也没犯什么错，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蹲过去？哎，我不刚说完吗？你不是妨碍执行公务，懂不懂？先去，少废话啊！好，我蹲过去。还看，蹲下。你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，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。不说是吧？不说你就跟那儿蹲着吧，啊！哎，我说同志，把你们所长叫出来，跟我对话。还我们所长跟你对话？哎，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我们局长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所长不在，我官最大，知道吗？好，那就叫你们局长来。局长，哎，你是找林局长啊，还是找杜局长啊？啊，都行。哎，哎，不是，你是他们什么人呢？认识他们吗你？啊？哎，局长，啊，报告局长。值班民警彭宇正在受理一宗拎包盗窃案件。哎，对吧？啊，建春，建春，你蹲在这儿干什么？来来来来来，你们那边值班民警让我蹲着回答问题呢，胡闹你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说他是证人呢。证人。你等着，等着，我非处分你不行。建春，哎呀，建春啊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！来来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我说你小子脑子是进水了？啊？这是咱省厅督察长的卢处长。啊？县长，我想你啊。我也想你啊。我是说蹲着这会儿我想死你了。算了吧你。哎，是不是又想给我下什么套啊？这亏你想得出，我蹲着半天腿都蹲麻了，这
你过来，蹲下。是。我说小伙子，以后办事不能那么莽撞，啊！穿这身警服，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，就得为老百姓着想，不能给政府脸上抹黑呀。 这凡事呢，应该有个换位思考。比如说今天这个事儿，要是你老爹到这派出所来作证，你会让他蹲在这儿吗？我可不是站。